天的 mix 好，我的 garlic bread 跟我放个手上，然后我切一点点 ham 放上，哇，很好吃哎，你拿去烤一下再烤。你是说 garlic bread 啊？ garlic bread 它不烤了，然后放了再烤，再烤。哦，给它的面那边比较匀一点。啊。等你放了之后再拿去烤，快一点。有道理，下次我 try
121 18 121 18